就在片场看到了深夜拍戏的钟汉良。只见他身穿高领毛衣，深色呢大衣，在现场走来走去，以便面对戏。拍摄到进轿车的戏时，钟汉良手拿两瓶矿泉水，坐进轿车又出来，来回数遍。由于天气太冷，又是夜间拍摄，室外温度更低，钟汉良冷到不行，时不时跺脚，原地转圈。但是这么冷的天气也没有影响钟汉良的心情，和工作人员探讨剧本也不忘逗趣大笑，双手张开做飞翔状。这么可爱的钟汉良，大家喜欢吗？